笑话。有一天，牙签 A 就遇到了牙签 B， 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只刺猬跑了过去，牙签 A 就跟牙签 B 说：“哎，我的公车走了。”这首歌算是第二个挑战，比前一首 好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帮我弹吉他是社长玉里，然后小恩，然后鼓手美轩嘉豪。好，那我是副社伯杰。好，我们要带来自流风。Yeah.